阿姨，先别过去。 这是母神的古地剑落入三界，凝聚成的混沌剑灵。怪不得母神让我在大泽山修炼，原来是要借助混沌神力助我修行。这混沌穴，倒还帮他速成了剑身。这架势不要让我为主吧。阁下，我无意闯入此处，那个告辞。 阿姨，快走！我认主。刚才那把神器。 认你做主了？哎，那个大兄弟，商量一下，你先出来呗。商量个什么商量？你这就是狗屎运，偷着乐吧。他灵力太强了，万一不小心让我晋神了怎么办？我才不想晋神呢。<笑>你下去还不是，还晋神？我，剑诀。 出来，这是刚才那把威风的神器。这武器都会随着主人的法力变化的。总之也认主了。 你以后就叫元神剑吧。嗯，你看这把神器，刚在多威风，一到你手里就变成了这样，你还不好好想想办法提升自己？管那么多！水凝兽的治愈灵力，还舍得给我用。 为了感谢你刚才救了我妹妹，什么？听不见？妹妹还给我。哎，没了。什么没了？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别再弄掉了。 这居然还有一棵梧桐树。
怎么了，阿姨？我感觉这个树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不就是一棵树吗？ 仙缘，我没想到居然会在一棵梧桐树里。 师尊，我们找到仙缘了。小火凤的一分仙缘已经进入火皇域了。这一分仙缘是我们在剑冢的上古梧桐树树心中找到的。凤栖梧桐本就是古往今来的道理，之前还真没想到，想必另外八分仙缘。 也在三界内除梧桐岛外的上古梧桐树里，散落的仙缘灵力太弱，无法自主回归。只有这火皇域，能吸回小火凤的仙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可以找到其他的上古梧桐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剩下的仙缘。上古梧桐得天地灵力所生，我所知的，倒有三处。 一处是妖狐一族的圣地境幽谷，一处是紫月山九渊煞域中，还有一处是前天地尘灰曾经修炼的地方——归墟山。其他几处只能继续探查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三处上古神树所在之处，那找到凤羽仙缘岂不是很容易了？掌教师尊，虽然你已进神，但是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，可别忘了。 我与你这挂名弟子立了约，老夫岂能忘？等小火凤的仙缘重聚，你必得偿所愿。只是此路凶险重重，就看你的缘法和造化了。这是为师进神前运出的仙丹。 祝你二人提升仙力，日后仍莫忘日日修炼。多谢师尊。阿进，这遮天伞是为师自修仙起便带在身的法器，此伞半神之下无人可损其半分，为师今日就送给你，护你周全。 多谢师尊。
为师将赴神界，不能再留下界，以后万事就靠你们自己了。你们好生珍重。只是那小火凤的肉身在镇魂塔中，不知能支撑多久。若肉身消融不存，仙元无所归依，那时小火凤真的就回不来了。徒弟啊，你需快些。徒儿明白。